屁股。裤裆呗。这个皮子二十斤，咱们有四百斤。你那玩意买啊？我说你那小玩意儿，大红马一千二百斤。啥不卖？没了。这个种马，拉车的马，是骑马。牛哎，下来，不打尖子十块八。多利索呀、啊！这干嘛？马也利索，人也利索。回去，我去找马去。哎，老好了，好久。这匹马卖27500，大家看看怎么样？这么多人都喜欢。你老哥，你看日子卖的好了。兄弟们，光嘎叫了，咋的？妈的，你别开，这开完妈的，你这为什么说我可挣不了钱？在家干活吧，干活，拉扯，是不是？这个买卖了，那不要碰我了，他忍着。你看着你，他怎么了？你找我家伙都不一样。你养几天就认识你了，哎，是吧？对，养几天的意思。你那个大红马卖掉了？大黑马卖了。卖了？卖22000。卖22000，花了19300的。是吧？这个马，这是你今天刚买的？刚买的。多少钱买的呀？19300。这个？哦。这你现在要卖出去，最起码得卖24000左右，是吧？这个多少钱了？这个？哎，这多少钱了？十八块五。这是养谁的是吧？养的黑的，黑的红啊，身材差不多。因为我看着养的48。我血也不能高。1.65，没有1.65，这个马身肩高是1.65，小红马干啥呢？这是公的母的呀？母马。他已经养大马。不卖。腹部。他把脚尖垫起来，怕把脚湿了。大爷买的这个马要装车了，这么高，看他能跳上去吗？一声就上去了。哎，这么低呀！这个大爷养的马都特别害怕他，这大鞭子一响，马就知道干什么。要走了。哎，到了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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